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全民台飞》，我是王小琪。两五月份张大帅退了，带到新主任界，了解为哪五岁个南岁二五年。可能會很有感覺，因為人民會老這個人政府又通過針對這個福界票準單價還有水輪的考量到這個注水公平的原則還有基礎情形這種議題，所以又做部分的挑戰。所以今年的大水呢，是新竹縣的價錢價的7200元的水收，不过呢，这项议题是呢，了解新的命令其实从今年起，也实施今年都先锋改变哦，然后人民府又做出新的修正案，为了个了解水供下来，所以也进行了解该东西提案，为了调整水的个量个，新竹人个人民然，各委会还有旧公企量个动向上个依然都安用强势的哦，所以多大了解时期呢？对大家个冲击到影响很大，还个考量到注水公平，你啊系唔系又系合理的呢？基本 anyway 好好来讨论咯。为大家扫个对比，体会对比，安尼扫个系新竹人个人意人郭伟奎。大家好，欢迎伟奎哈。还个体会对比扫个群众系周公杰，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第三位对比安尼扫个系安尼流动总指挥吴少文。嘿，大家好，欢迎你。还个扫个系台湾基础青年协会个理事长汪志忠，黄理事长好。好，安尼就两批跳过下辈届，那个新闻样片，好好的了解，到底了解个国税风波。为了解决新竹购物价还有物价操作的问题，日本空行业人民会长通过提案为提供费使用的物税，从去年七月开始，老天然福祉下提升福祉上的物税税率，提高到2%到2.5%。从实施一年，今年五月实现后，日本议会删退，摩西电多工。变作1.6%，昆西瑞又回到风处。本单提案为大风改，罗同董议员郭惠凯、刘董议员就共铁动不慢，接听强词。这个新的草案通过以后，等于我跟周江杰在过去努力了的法案呢，就作废了。而且我们觉得新的法案其实非常不公平，都删减了47%的税收，这是针对这1/3的民众，实践的这个公平与正义，实在是差距实在是非常之大。其实台湾有几多人士漏税改存作契税，基本上三福之下都算是七家大概，平均税率是1.2%。提示第五福将算是非适用的，是1.5%到2.4%的税率。第六福之上最高为扣3.6%。从台北市连下规定六福之下2.4%，三福之上是3.6%，税率是全台湾提高的。为了合乎到基础建议，今天包含催建、建制、提质、闹翻乱的个复杂，都强下开稽查会，支持公平合理个赋税。房屋税基本上太低，当然也造成了一些相对的，它可以囤房，可以让它炒房的这个诱因增加。所以透过房屋税，只是让现在的房市稍微缓下来的另外一角而已。在财产税或者不动产税做一些改革，其实是合理的，因为尤其是第二栋以上的房屋，我们觉得它是属于富人税的部分，所以这部分如果做一部分的调整，我们觉得是符合所谓的租税公平的原则。非持续的物税增加，冲击的是有加减日常物的概念，并没影响物的七家大的普通民众。不过新竹人民会表示，今年又买物的存在初三的习惯，不应该处罚性的类大税。在新竹人内，合乎了解条件的，大约是8%的少数。少数的公平是真正的公平吗？了解议员台同中提过的了解议题的能见度。好，看到一大税改，了解为课税的对象哈，就有8%是持反对的意见。用办公为新兴安泰的争议的线来看一下哈，其实到去年啦，算是前年2025年，两个议员呢都提出了了解非持续的税率啊修正案哈。其实呢，一般的人民都有三福以下都算是七家大概，了解大概税率都是下带才1.2%哈。他可能都算下来提示提五福为大。2%，
体力福利上呢，都会达2.5%，按用个税率，困起来就会对讲，你有所谓个多风处，每个栋都有4、5、6、7、8间，按用多风处，就会达到按个税率。还看呢，合符合按用条件达税个标准，全新住人呢，徛在了8%，困起来相对少数啦哈。增加个税收呢，有7200万元，统计下来，了8.8%呢，这些族群呢，就有165户系。减送，也就会所谓嘅不同产业渣。看看呢，多啲细节，人员会强用也多多的压力，个压力乃为累呢。都国民党团接到国提出的修正案，那个本单已经超过嘅税率，会下降到1.6%，也通过的联署。该两个新改法案提过通过了后呢，会变作马个新。到明年来讲呢，新法实施了后呢，但将系了165户个减送哦，几多就会优惠供税3200万元个收入，超过今天3减税金个市场。所以看起来，其实两个税金哦，闹普通个民众，就系讲业务个系7+2台哈，一人一间房，按样个情况下，系完全没受到影响个。所以也就讲两个新改法案通过了后呢。嘿，优惠特定的族群呐，哈，昨天讲那个政策的方向是安样？问题应该先为前面个魏奎毅然，其实哈，你到现在人义福也达标7年嘞，哈，努力耕耘7年了，哈，到底一块是注重了解税率为调整是股东嘛个？啊，你哈又性格修法通过了后，用办到就讲起两感义然，今天就安样强势嘞呢？这个我们在新竹县啊，房价所得比已经算是全台湾第四高的了。Uh-huh. 就是说以一般人要买房子的困难度哈，在台湾算排前几名。哦，议员讲的是这样的统计的哈，像捆多大概全台湾平均该加起捆多，其实所谓的房价所得比，就是指说你省吃俭用要多少年才能买一间普通的房子。那这个数值越高，代表越难。全台湾看到平均数值是9.35。全台北市当最高有15.47，那一路排下看到我们新竹县占第四位，系8.72，所以你起到两家推表讲物价冻贵，那后生人就系讲普通人会买屋冻困难。哎，该咩省吃俭用，系不吃不喝，因为他是说全年的收入哈。嗯。那所以你想啊，这个房子哈，有很多房子的人，我们还是要鼓励他能够降价的求售或降价求租。那虽然因为中央法规哈没有给我们很大的权限，就算我们给原先给他定到2到2.5，其实那个房屋税还是很低的，不算太高。对，不算太高，其实没有那个效果，但至少表达一个方向，就是说，政府不禁止，但也不鼓励一个人有太多间房子，所以当初我们才会提案说，从中央法的1.5到3.6的这个范围里面，我们要定在2到2.5，同时呢，考虑到这个地价税，它的自用跟非自用至少就是差5倍，1/2对1/10基本。那所以我们觉得当初以自住房屋要抽1.2，非自住给它抽2到2.5，算是合理嘅范围之内，也唔系讲系统讲，啊，不过用诶用办公，人家政策的这个方向是正确，都今年有否就先锋改变哦？其实大概去年8月的时候呢，就有建商工会的代表啊，青展中啊，还有义佛呀，去跟他开会，那就是说他缴的税太多了，要求我们减税。结果去年10月呢，就是就有过半数的议员哦，不只是国民党的议员，就联署提案，要求降到1.5。那当然，这个因为议会的议程的安排的关系，最后拖到今年5月才审。他们也修改他们修正案，把它降到1.6。哦，所以从刚刚节目的说明可以知道啊，其实虽然说92%的在新竹县，92%的纳税义务人是只有自住房屋的，那么就算是这8%。哦，一般人最多有多一间两间，可能也没有那个力气跟动机，去找县长、找议员说要减税。所以你说反弹越大，表示他手上持有的房屋越多，可能更是高资产族群会对这个法案反感。对，如果他这个一减税可以减到10万、几百万，那种人才比较有动机，真的去找县长、找议员说我们要减税。看起来两下今年人民福利通过的修法，是对提升该族群有优惠好处的。该
就讲建议人家就敲门，其实伊唔系冇挑啦哈，从2.5%下降到1.6%，系比起本单伊都还蛮体温增加1.5%，何讲有啦有啦，安尼又增加到1.6%，对你了解对法院个了解来讲，两个比例还系强大哈，完全冇效果，就系讲其实就是给个交代哈。一件福啊，对只家庭来讲啊，系当重要嘅事情。对后生人来讲啊，你系带着主动，你系做着主辈，你系带着新主人嘅人。你系睇下主持人讲到，因为8.72年嘅收入，因为就卖起福。卖唔起福系你下后生人唔结婚，唔强势哦，最大嘅问题嘛。无法安身立命。系啊，你是卖唔起福咧，因为很后生人用半年成立家庭，该最。这个是最重要的问题。不过你们对多房族课重税，难道就有效让年轻人有房子？该问题是，我们如果没有把1.2，我特下讲诶，你只加打1.2，然后俩1.6，俩通过诶1.6，因为挑诶2%、2.5%，那一块，政府没办法让台资家讲诶意思，讲因为唔系。台风唔系当然那里退休制的啦，当然你卖都卖风落了以后，其实平年都该买，冇其实平年啊，其实做唔啲，其实上该我起价当家，应该是做得赚该钱。好，所以政府系表达立场的原因啦。既然讲到两个，既然去秀发一块时间目的哈，要将这个非自住，所以我们现在讨论都不是自己住的这个持有的房子，是指手上有4、5、6、7、8间，按用改斗风处，第六改持有的这样子，再加以课税情况之下，希望呢走得雨露均沾，台价又无好歹。国内很多基金用半多新租200改鬼水凤跑哈，为应行按改讨论，到2005年改里的那一款呐，到全新租然为纳两改赋税改。比例哈，全总课税的户数有20多万户哈，是占的全92%。那看到其实为合乎多条下讲的非自住要加重征收税率的那个部分呢，系非自住多房族啦哈，就是4、5、6、7、8间以上的，总共有1.7万户为受到影响，系卡贴的8%。所以看起来对照8%跟92%，佮系相对个少数啦哈。所以那个少数个部分虽然讲系基调为影响到其他。92%为影响多么？因为佮到加征收出来个税，也做得回归到地方做公共建设，所以还系了普通个民众系有关系。不过，你要对谈一下，你要摆大税，多大一个相对少数个8%，其中呢又动到系从减税，也讲所谓个不同产业杂，因为佮到消防个符合动到，你还要你面对你要摆个挑战，佮到个线上，他就直接很麻烦了。什么叫居住正义？今天企业在地方所盖的房子，如果你因为用房屋税让企业把房子单价降低的时候，买方他一知道说我来到这个地方买这个房子，县政府把房屋标准单价提到2.5倍，你再多给他便宜，他也不愿意进来，因为他每年固定就是要负担这个这么高额的房屋税了。企业带来的是地方的税收跟工作的机会，地方经济的奇迹，在我们的经济成长率不到2%的一个情况下，你去。税率也调高，造价也跟人家调高，然后呢，两位议员到外面也没有去告诉所有民众，联署的这些民众说，这个房屋标准单价是被调了2.5倍。接下来，如果这个买卖减少，地方的税收自然而然就减少了。我还记得我担任我们新竹市第二届的议员的时候。我们当时是许明才市长，因为他不了解，我就告诉市长，你把公告限值调高，不一定代表你的税收就会增加哦。你觉得反而是减少了，因为你公告限值提高，买卖的件数自然而然就减少了，因为没有人，你公告限值提这么高，买卖的件数。在县市全台湾省都是一样的，
件数已经减少。我们不反对政府来调，我们要的就是请他用渐进式的方式来调。高凯议员和周江杰议员，他们说他们针对这个要调高 2.5%， 他们是针对那个囤房，是因为那个有很多投资客来我们新竹地区那个新竹县这个地方，那有囤房嘛，他们是针对，并没有说要反商。可是事实上呢，因为我们现在那个整个在政府的政策影响之下，我们现在整个销售的环境不很好。那我们建设公司就拥有那个很多房子没有办法销售出去。那在这种情形之下呢，相对的我们建设公司的成本我们就会提高很多。那建设公司的成本提高，那要我们压低房价，那相对的这个部分就会变成一个矛与盾的冲击了。那成本垫高了，那怎么样去调整价钱呢？那我们以台北市为例，台北市打房，它也是调整房屋标准单价，它也调整征收率，它的房价有降下来吗？并没有啊。这个就是会影响到这边，那所连带的影响是，因为没有交易，所以说会影响到县政府的税收。侯坤哈瑞要打击这个囤房族的这个房屋税率的征收调涨那普遍听到的是三个意见就是说你征收这个税率把它调高了，你逼我释出这些房子，其实就算我想把房子让出去、让利出去，也不见得有人会买，因为房屋税整个都抬高了。如果其实聊天就已经问题了这些其实会要调高到房屋税，是针对非自住使用的族群，就是四五六七八间以上的那种多房族，一般自住户是完全不会受到影响的。我们提个公道你下个经济动不经济。顶起动火嘛这些建商或不动产业者手上囤房数很多，还来不及卖出去，这时候在面对征税，而且是可能是双税齐涨，甚至他们自己自身的感受是百税齐发，会不会造成另外一种新的不公？第三点，基丢同整个意见系讲哈，然后呢，体奉系讲了解覆盖交易量减少，地方也收不到税收，也无法带动整体经济的发展，会变成是一个反效果。所以都按用讲起来，对俩丢。8%，按用相对少数，给到起到了解新的这个调整方案，就是要把这个房屋税率调高，是造成了对他们另外一种新的不公。那我请教一下居住正义协会的理事长黄理事长，这会造成新的不公吗？建商的房子卖不出去，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太贵，太贵，太贵。所以你只要降价，你不用跟我担心说你手上多少囤房。那为什么他们不想降价卖？就是因为他一降价卖，他利润会减少嘛。他会卖一栋赔一栋，不会吗？不会，不可能。你如果知道他取得的成本有够多低的时候，你不用担心这件事情。所以大家各位朋友，请放心，他们在说他们的什么，因为税率什么卖不出去，那都是谎话。他们只有一个理由，就是降价。这个真的大家不用担心。那过去在15年来，台湾的房价这15年来涨了整整3倍。不是3成，是3倍耶。是，那他为什么不说他过去赚的那么饱，他吃的那么多，喝的那么多，吐一点出来，他现在就是哀哀叫。所以这种话听听就算了啦。我想要跟各位分享一件事，就讲到税率。有一次我问我朋友，他在土城新北市土城有一间1600万的房子，市价1600万。我跟他说，你一年，因为我要上节目，我就问他说，你一年要缴的房屋税跟那个地价税多少钱？结果他朋友跟我说他不知道，不知道原因是。没有感觉，所以不知道吗？少到他不知道，所以后来他可是为了上节目，我就拜托他去找，结果他把他们家那个所得税单找出来，就他的房屋税一年1600万的房子哦，注意听哦，一年的房屋税是8100块，然后加上他的地价税是290块，所以他这间1600万市价的房子，一年要缴给政府的持有税是8300块，所以我们课的税其实非常非常低。这个大家可能无感，我们换一个数据来讲，同一时间我问我那个朋友说，你拿有一台80万的国产车，你一年缴多少税？他马上跟我讲15000块，马上讲因为15000他有感，他觉得80万的车子他扣15000块，他有点感觉，可是。1600万的房子，他只扣8000块，他根本无感。这就是台湾目前的整个持有税的问题。那很多人会说，所以我们刚刚影片里面他说，如果调高什么土地的那个房屋的构造单价，把它调高，是，然后税率会增加，什么会负担不了？对，就双税齐涨啊。那我想问一个问题，那如果你把同样一间房子，我刚刚那1600万的房子，如果放到美国你假如美国要扣多少税吗？这间房子如果放在美国的加州旧金湾，我们很多台湾人旧金山嘛，很多台湾人在加州买房子刚刚这个1600万的房子折成台币，美金50万它在
他每年要缴的税是1.2%，按照实价的1.2%，大家没有概念，我帮你算一下，就是18万。哦，有没有感觉呢？哦，一样的房子在台北新北市，他一年扣8000块的税，然后现在涨个几千块，大家哀哀叫说，哎呦好痛好痛。是，那在美国放18万，你都不会痛。那吴少文、吴中执委，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如果照现在来讲话，针对手上持有多数房子的人，能够做一些基本的调整，透过这种租税公平的原则，让这些大家人人有房子可以居住的事情，变成一个可以实现的理想。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这个政策是对的，那我们看到的是，外界也很不解，为什么新竹县议会新的命令才执行一年就收回成命？我们都说举国为政，如果你朝令夕改，马上都受到讥讽。那新竹县政府去年的政令，今年改，也是速度之快，令人愕然。所以议会面对游说压力，本来已经是谈好的这个案子，一年就翻盘，这是合理现象吗？然后它背后你又看到什么样的隐忧呢？台湾所有的地方县议会都是有一个很。我说有一点像变态扭曲的一个政治，就是说，假设我们去摊开宜兰县或是其他县市的那个县议员，他可以获得的这个所得，就是政府排给他的，他的薪水啊，还是他给助理的这个办公费，一年大概就是如果以我们这个比较小的县市的话，大概一年才200多万的收入啊。但是如果假设今天他在把他要自己要吃饭嘛，然后他也要就是助理费，如果没有选民服务，选民服务，但我说的选民服务还不是红白帖哦，红白帖。这样跑哈，1000-3000，觉得是入不敷出的。对，这样子的话，如果没有算红白帖，一个县议员呢，他一年哈，如果干干净净，他一年收入就30几万呢。嗯哼，可以想象吗？四年选举一次，问你这两位议员，一年选一次选举花多少钱？我假设你们都花很少钱，花100万选就好了。选一个县议员花100万选，你相信吗？不相信。是不是？那四年选一次，你年收入净收入才30几万，你存你还要养家，还有小孩呀，有老婆要养。那这跟公共法案的推动有什么关系？那么如果今天从国家给你的钱，你干干净净的拿的话，你都没有办法负担下一次选举的费用了。我请问一下，钱从哪里来？今天县议员他如果没有这个正常收入拿不到钱，他是不是就要从其他地方拿钱？那如果今天在地方政治上有这样子的样子的话，我们更可以想象，今天那一个表决，就是那个国民党议员提出修正案，然后表决成功那个表决，我也想要问，什么叫游说压力？游说压力是说就有压力吗？说就有压力吗？我非常可以想象啊，宜兰，你蛋姐卖牙球好不好？所以议会提法案、审法案，受到一些我们还无以名状的一些压力或手段改变的时候，即便是有益于全民的公共政策，也会有可能因为地方的一种议会政治或者是一种生态就被推翻。那理事长，我这问题就再回来请教你了哈。所以我们看到，本来这个新竹县房屋税的税改风波，本来是也许是改革往正的方向，可是现在显然看起来好像是会被逆改革，又再调降回来了，而且这个调降幅度其实若有似无啦哈。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考量下，你会不会觉得担心？就是原来这种公共政策，其实在地方上要推动发展是困难的。如果针对像房屋税，中央你有定是有一些基本的标准的一些门槛，但是如果下放到地方政府，就会显然受到各自为政的这种压力。因为我们认为，其实自用住、非自用，大概第二户、第三户就可以列为非自用。就你看这个房屋税条例，一直要到第四户才非自用。你每一次你买4间房子，你摆3间。怎么样？我礼拜一住一间，礼拜二住一间，礼拜三再住一间吗？他可能有些直系亲属可以分配。所以他这个，我想，他这个当初在中央在立法院的修法的时候，其实这种各建商的压力早就已经进来了。然后而且中央也不敢定，把法定太死，所以他说1.5%到3.6%，他等于就是中央立法院的压力，他最后丢给地方议会说啊，你们自己决定要1.5%到3.6%，给你一个区间。我想分享台北市，那这样比起来，台北市还算比较有骨气。台北市议会虽然我们也是很不满意，可是台北市议会目前的规定是。第四户起征，第四户课的税率是2.4%，然后到第六户以上是课3.6%。那新竹县呢？拜托，新竹县是2到2.5，人家台北市都已经2.4到3.6都敢这样做。我的意思说，台北市虽然我们也觉得这些台北市议会里面也是很多这种政商的就是政商的压力在，但他至少维持2.4到3.6，是啊，你一个新竹县，结果马上就压到1.6，所以显然这里面我只能说。
我觉得跟地方关注程度有关，是自住跟非自住一定要把两个标的的那个明显差距拉大，才能够对你不断拿房子众多的房子来炒作这种现象有所抑制。我们看到全台湾县市大概分布是怎么样，所谓的这种差别税率就是针对非自住来把它的集聚拉大是有所差别的哈。看到就是台北市、宜兰县、新竹县跟连江县，这是有做差别税率。那我们看到台北市固然是房价所得比最高的，可是呢它两户以下它就跟你扣2.4%了，三户以上最高全台湾3.6%。我们看到宜兰，从上文来的宜兰县，它这两户以下呢是1.5%，3到7户2%，那它还有做差别集聚，8户以上这么多了，对吧？我就再扣你3.6%。那新竹人困到起薪呢，相对比起了全台湾，其他还算还便宜的哦，还少的哦。到两港一张剔除了嘿，两府2%，三府2.5%。不过到今年呢，沙又电到改变下降到1.6%，所以跟这个往上比。整个都落后了哈。那我们看到单一税率，就是指说房子是非自住的啦，但是我就课你单一种的税率哈。然后桃园市、新北市还有看到这些的县市，看到单一税率，桃园市跟新北市单一的税率还是高的哦，2.4%。那你看到其他的是1.5%，这是法定的税率啦，就是中央规定的非自住1.5%。那我们要谈的是说，像基隆、新竹、苗栗、花莲、台东这些，是相对这个房价所得比较低的，跟这些比起来是不用花那么辛苦那么艰苦才能买得到房子的现实，所以能够这样比吗？够你然要先敲门，很多多企都仅仅从两改内边讲到，到逆回时间要实力无力，所以呢，针对安样改改变改讨论，为得到动态改变，也是你成为强制改理由呢。我们台湾迷信减税救经济，迷信这件事情已经太久了，大概减税。减了20-30年、啊、大部分减到有钱人的税，尤其是这个企业的这个所得税，这个盈利所得税啊，25%降到17%，这已经在 OECD 里，如果跟他们比的话，是低的很可怕。其他的遗产税、赠与税或者是等等的，但是呢，20几年来我们减税没有把经济救起来，顶多救到有钱人的经济。这15年、20年呢，我们是这个平均的 GDP 有一直在成长。平均的国民所得也有成长，而且还比平均的物价成长的要多，但是呢，讲到平均工资比不上刚刚前面三个的成长幅度，就是说明明平均国民所得上升的很高，但平均工资却只有上升一点点，而且那个一点点还比不上平均物价的上升，所以这个第一个减税救经济啊，这个迷思啊，我们相信了20-30年，应该要改变了。不过刚刚那个建商他们的意见代表是说，其实呢增加这个税，我的房地产的市场一定会萎缩，萎缩我就没有交易量，地方政府也别想收到税收，整个经济无法带动。这个不对的，举例来说好了，因为这个影响交易有太多因素，像黄老师说的，那房子太贵啊，你便宜了交易量也会增加。那如果税的影响那么多的话，为什么建商没有通通跑到开曼群岛或维京群岛去盖房子呢？因为他房子要不要能不能卖出去，太多因素。我们再举一个例子，虽然其实不用举例啊，可能看不到哈，就是说去年大家都说房地产不景气，是，但是全国的这个房屋的买卖的笔数呢？全国呢，可能衰退了16%，新竹县只衰退10%，或者说土地，光土地交易的话，全台湾以交易笔数来说，衰退了22%，新竹县只衰退了10%，所以这个新竹县虽然有，就是说去年7月1号有我跟江杰的提案，但是我们房地产的表现还是比全台湾还要优。就你让俺敲门一下啦，该。减送吞提也就反映到讲哈，好，你哩下增加了个税，不应该给成本垫高，那这样子我生意就一定要将本求利嘛，那这样子会一个适得其反的效果，就是我会把这个成本转嫁到承租户，那你地都住杯啦，又动动改那个购天店改台流，全部都做商店或者商店面营业使用，那这样我就把这个成本转嫁到承租户的租金，然后反而造成一些弱势族群，他们因为这个税不得其利，反得其害。听下跟那个建商来讲到的哦，因人均付挑战跟标准单价，过去30年来唔是挑战，啊，你下挑战啦，你下挑战，佮佮都讲一下挑行家，佮佮是拍5年前，因都爱讲你一件事情，其实是做得慢慢挑的，同佮都讲的慢慢来挑嘛，吼。不过人均付确定。开始3年挑战2.5倍哈，刚刚营业上，
去三巡烟，所以记得有两项希望的新本哈，是三巡烟签的，因为政府打击的税，三巡烟签的标准来打击的税哦，当大的啦，嘿，当大的，嗯，该退换风险上岸讲到，十公烟来，两十公烟来，因为物价。真是增加几多？翻好几倍，三倍啊！所以成本低，但售价高。对啊，这条新本动态，佮物价安样起到三倍人，还有上去卖，起无？他记得讲，你下按伊政府的打，记得说，记得讲啊，你下你台湾上爱动土，动掉啊，动掉啊，嗯，佮台湾佮施工业啦，佮减少又传到钱么？问题是价是低啊，受不了少赚一点。佮是佮是动掉，佮是动掉，佮胶水本应按伊政府来做事情。该最大的问题是安样？好，该就依然讲出一张问题啊。房屋税其实是两个税本加起来，一个就是房屋改票准蛋改，也是税基了哈。再乘上你各自适用的税率，好比说自住就是 1.2%，非自住就是 1.5%，这是法定税率，各个县市都有调整不一样。那这个房屋标准单价呢，它是地方县市政府，它有一个不动产的评价委员会，会照各种的条件，还包括乘上地段率来评定公告，这是属于县政府的行政权，是属于公告命令哦。所以新竹县在去年7月1号开始呢，针对这个房屋标准单价，分三年一次要调涨到2.5倍，所以就是刚刚周议员一再强调，其实它等同于税基啦，就它的数值越大，乘上了这个税率，它的起到的效果才越大。所以我们看到两位议员提出来要调高的这个税率，其实它对于本身这个要课到多重多轻的税，其实影响是不大，重点是在单价。那现在都减送跟提给到反映工。哦，拜托，你染吉夫一下，你县政府行政命令公告，你要调整我的单，调整单价，县议会你又表决通过要提高税率，所以我这个是两种税相乘效果，所以我好重好重。不过呢，我们从事实面，从整个市场去评估，这个所谓的好重好重，是不是一种相对的感受？实际上客观上是不是只是回到一个正常的均值？好，我们再来用很具体的个案试算来让大家知道。到底为什么这次新竹的建商会感觉到肉痛？这些肉痛是来自于哪里？我们就举三六改透天厝哈，课税面积大概占70坪，因为新竹人又动动改五个台通府台底下安用改新西来看到哈，以这个房屋标准单价哈，其实就是像周议员讲的，过去30年都是以房子的造价，所以你说其实房子一栋要60万，三楼透天厝。60万做得到吗？其实它是根据造价，不是根据市值啦，所以它的这起算的基准值是低的。那以现行的这个来讲话，就是分嘛，自住税率跟非自住两种。这个自住呢就是 1.2%，非自住呢就是 1.5%，要做一种急剧上的差别。我们来试算一下，三楼透天厝以现在60万乘上1.2%，你一年要缴的房屋税就是7000多块。那非自住就是你拥有4、5、6、7、8间房子的人，你的60万乘上1.5，就是要一年房屋税要缴9000多。其实看起来才差2000多，这个所谓要把急剧拉大，差别是不明显的哈。好，那信住染金服一定给停，我让这个票准蛋嘎，就是所谓的税基调整到2.5倍，我们就来算到第三年，房子变成了你的基础是150万来计价，乘上1.2%，就是你要缴的房屋税是18000多块。不过新竹染个染命染木是安 sale 啦，这是针对去年7月1号开始新建的房屋或者改建的房屋才适用这样子的一个课税的标准。那我们看到是非自用哈，就是非自用数率乘1.5%，那第三年算下来也是要缴20000多。所以两位议员在过去提到的，就是非自住税率在新竹县应该要上调到3户以上2.5%。那我们来算好了，就来帮建商或者不动产的业者来算一算，这些多房主，假设从新竹县来讲，我们把你的需要缴的税，包括这个标准单价跟你要调的税率，都是算到最高的集聚来算，你一年要缴的税就是37537块，一栋房子你要缴30000块。10栋就是要缴30万，100栋就是要缴300万哦，一年要缴房屋税300万。不过呢，以我的水平，我是很难想象我有100间房子是什么感觉了哈。所以这个问题，我再来回来请教一下我们黄理事长，你觉得以现在的这样子的标准，应该怎么样可以让建商或者不动产业者可以更理解，其实这个改革是一个阵痛，它其实慢慢的，它不算是太剧烈，是也是要尽量往前推动。你刚刚提到的教育嘛，不止选民，民众要教育，可能多房主也需要了解。你买一间豪宅啊，一个月缴5000块、1万块的管理费，你缴得很开心。一个月如果缴5000块的管理费，一年就6万块，
你缴的从你从来不会说为什么要扣我管理费，好痛好痛，不会，因为管理费让你的房子品质变得很好，豪宅住得很有面子，所以你绝对不会 complain。朋友啊，房屋税跟地价税是干什么用的？你以为课税政府拿了以后就不见了吗？你今天有个房子，你的价值能好，你住地段能漂亮，房价我们常讲的昂贵的地段，或是为什么那个房子会那么贵，是因为公共住宅、公共建设。今天有捷运通过你家，你家外面门口铺的是林荫大道，有公园，有游泳池，有一些设备，还有地下道什么的，这些设备设施全部都是政府拿地价税跟房屋税来支应的啊。所以你要搞清楚，你今天我刚刚讲，你缴管理费让你的房子品质变好，同理可证，你缴的房屋税跟地价税也是政府拿了这些钱以后，他才能照顾这个社区的环境呢，不然我们那些马路铺那么平，是哪来的钱？是是。所以民众很奇怪，就是说啊，道理很简单，因为你刚刚讲没错，因为确实从我的身上拿钱出来，我是不满意的。但是你讲话的时候，你要凭良心啊。我不相信你可以缴管理费，你不能缴这个税，这是第一点。然后我要反驳一下刚刚那个建商讲的，他说房地产啊，有一种说法是我们过去在经济学上课本上有讲到说，房地产是火车头工业。好像房地产可以带动什么水泥、装潢一大堆，连锁产业都起来。对，其实按照我的研究，台湾这房地产这十五年来涨了整整300%，就是三倍嘛。台湾的 GDP 有增加那么多吗？并没有。所以这里面我们可以发现，房地产在涨的过程中 ，GDP 并没有跟着上涨那么多。为什么呢？其实我要讲的是，正确的观念应该是，房地产是害惨 GDP 的元凶。你说为什么 GDP 的按照我们那个国际的算式 ，GDP 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因素叫做内需，就是所谓的消费。也就是说，我们买的每个东西，那个都算在 GDP 60%是因为国内的消费。可是因为你知道，像双北市，我们讲双北市，台北市的房产负担率，那个房贷负担率高达60%几，也就是你的家户所得60%几要缴到房贷去哦。新北市50%几。也就是说，当你的家务大部分的所得都拿去缴房贷的时候，你可支配所得会变很少，所以会造成我们在国内的消费上会大幅的下降。所以你看，我们卤肉饭涨个10块钱，哀哀叫；泡面涨个5块钱，哀哀叫；卫生纸涨一包5块钱，我们也哀哀叫。为什么我们哀？是因为我们把大部分的支出都拿去付房子。所以经济的发展那个可能其实应该是实质的那种市场的交易那种虚的，其实它看起来只是一种扩充。纽约在租税公平跟租税进步上，让整体的经济建设是可以好起来的，对整体很有好处的。因为你看一下啦，哈，现在人到底是一个哪一种个地方哈？记得有哪条个人情问题？还卡记得需要，是不是又需要动到个两个预算资源做还卡多实现的呢？有些企图后生个赖妈妈全心困难两个生意呢，只有三个屋，两对宋宝伦又发育很慢个问题，人都动欠专门机构，生意呢送到普通幼儿园，可能会有困难会面对。你在入学的时候，你没有告诉小老师说这是一个特殊生，我觉得你进去之后发生一些状况，你这也是你这责任要归谁的？对，那如果你一开始就告知他说，哎，我这个是特殊生或什么的，有的私幼可能就真的会就是，你要不要再去看别间啊，或是什么之类的。要读要找幼儿园都找不到啦，他也没幼儿园，没有特教的幼儿园可以上。我们要特教幼儿园要跑到三起国小，整个新竹县只有那一家有。新主任做了通报，该管中心请徛在办公室实时个会议。面对地方和年轻幼儿个教育资源不足问题，这条一切都是动量难嘞。其实真的算是很不足的一个乡镇。对，那我们的孩子，尤其是特殊的孩子，他可以送去念书的地方，其实真的不多。在人力上，就以从事早期疗愈、同胞个案中心这方面的人力上，其实相对来讲，我们是偏不足的。那其实这就会影响到我们可以做多少事。慢慢，对，慢慢没关系。因求水稻的竹笔，四公里土地所比例是系最大的，比起全台湾平均切都大加众多。竹笔的土地哪都贵，为啥好高莫昂贵？做了也是提速共通，就很困难嘞。新竹的生育率真的很高，但是像我自己本身三个小孩是三宝妈，我其实认识很多三宝妈，甚至还有到四宝妈的。那我们大家最担心的就是读书公幼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教育跟政策的东西进来，好，譬如说我们多增资一些，针对于早期机构。
早疗机构的孩子能够给他们一些比较友善的环境。那这些东西钱要在哪里来？一定要钱。那政府是大家长，那一定要开源节流啊。去年内部共享资源的不足，教育成为其中一部分体。新竹人该物税征税长达了一年，稍有停贴。人义会六年初办受困的人民青年文处理费，由青年退表送交了7600的人民联署，要求恢复大税税率至少到2%，为同时鼓捣基础建议，还有实际建设。该就应该安卫生强问啦。新竹人的行动有高铁，也有扩好燃气，系国土发展个燃气啊。啊，真紧安穷苦哈，在现在的这个财政安困窘哈，俺个透过样片，你看到其实都提供，无论系提供个共同建设，教育系一部分体呐哈。有像社福的机构团体，也常常会因为预算不足而倒闭或者是停业。像安个里的多么，俺个了解个大税，对，就是在这种财政划分法的概念来讲，了解。多征到的税可以转换到地方乡镇公所来做退转金源嘛？这不两面来讲啊，第一点，因人政府有钱么？因人政府真是没钱，真是没钱，啊，真是没钱，好痛苦，哈，该看到因动到在跳看到的哈，该又特殊状况的时候哈，想慢飞。他记得讲，记得家长其实对了资源非常敏感，哈，记得动了解的事情，记得第新主席。又买个资源做得正常正齐，该新竹市么？因是想办法去特别市，好看该有资源是来上，该介绍哦，介绍哦是按督导安会问题嘞。佮当然会请个资源求佮个时候啊，对佮到你讲新竹人系一家资源非常唔难的回收。啊，最重要的对因来讲系，睇下汪先生咪有讲到哈，公共建设的问题对居住环境最重要的，睇下台资家有时候的因。你是第工人是最重要，那工人因为杀工人因为钱啊，因为维护该工人有钱啊，该东西摆摊有钱啊，该全部有钱啊，该那是讲求年啊哈，恁军统军工所该预算去管工人的两件事情，哎你冇预算啊，一线了冇，该怕恁军工所上啊该工人冇重要啊，该摆摊唔是涨啊。该迟到，该感觉啊哈，因为系军工所军需，好财政状况其实军需唔难。所以阮政府也讲，提凤政府该财政状况不好的话，它影响是每个县民全民生活的感受跟利便度，甚至是在你最重要、最需要有需求的时候得不到哈，会共穷自念累积期。当然，系阿勇，该共益让那个抢门，其实了白。因为这个增加的这个税率征收到的7000多万元，在新竹县的自有税收54亿吧，其实算起来是九牛一毛。你要其实款许的多，也其实也冇几多。啊，用个车又发图穷，该就你讲讲到，会补到安多面向，安多会做的事情哈。这3000多万哦，或者7000多万，我不能说它很大的比例，但是这边这么欠钱的时候，没有帮这些很多房子的人。在减税的道理，因为你穷到不给拎啊。你刚刚主持人说，如果我要缴300多万的房屋税，好像很多，可是那是有100间房子，那是什么人啊？今天刚刚主持人举的例子，一间透天啊，70平啊，他出租一年的，如果他出租的话，一年的房租可能就是20几万到50几万，看他的地段。那么20几万到50几万，一年收就算是3万多块的税，假设他是2017年7月1号才拿以后拿到执照的，他收20-30万、40-50万的房租一年，然后收他3万多块的税，然后来补这个县政府加减补一点，是，因为他们已经很有钱了，哎你是弟啊，总得开水淋泼吧，盖你是穷又签了，你还要送钱，把这7000多万送钱给他们，没有这个道理。是，所以富人的小钱我只是少赚一点，但是有可能转换为穷人的大钱，去做更多有益于生活品质，整个提升公共建设哈。那那我一个问题，应该也为强文，你个少文呐哈。那刚刚周议员讲，两位议员都有提到，其实这7000多万增加出来的税收，在整个地方政府来讲，它可能不是。起到了一个主心骨，像杯水车薪，可它在某种意涵上，它代表一个重要的象征，就是你囤那么多的房子要做炒作或做投资，这个是政府跟政策所不鼓励的。我就算在市场自由机制上，我没有办法完全左右控制你，但是我起码不鼓励。然后呢，虽然征收到的钱是少部分，可是它那个象征的意义是在于，
这个社会是大家共有的资产，公共资产是大家应该要一起去弥平，然后要改革前进的。也就是说，我们这种地皮炒作或囤房的炒作这样子的歪风，某种程度讲，应该要慢慢的踩刹车，而转移更多的公共投资。现在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这个选举上面，大家都知道说县议员哦，就是要找这个认识的嘛，就是你认识是这个家族的，还是我看过他，还是这个县议员，我们闽南语叫做进姑拉的哈，后洋狗，就是说都红铁白铁都有去这样子哈，那一定要看过，然后一定要跑红白铁，这样子的话才是一个我可以投票的县议员。但是换句话说，如果今天像周议员跟高议员这样子哈，他们两个这样子的提案，虽然我们还不太满意哦，四栋以上才2%，这样子其实不合格了，应该要再更多。差距是还不明显。如果今天有更多这样的县议员在这个议会里面把案子提到更高的话，那税收不会是7600万，他可能破。就超过破亿嘛。不过你说提不高都被这样打回枪了。对，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乡亲父老们要看一下，今天呢拿到红白帖1000块、3000块这样子的小头小利，大家觉得比较舒服，还是说今天有2-3个县议员，他把这个高县的县地方的这个税收抽到1亿以上，这样子可以多1间公托吗？2间公托吗？还是可以再多一些营养午餐，或是说今天社区里面有老人送餐服务？对，那个拿到钱。今天公托3000块，好，私立的7000到10000以上，是，你可以省多少钱？为了那个红白帖，所以我觉得大家在这个事情上面可以再想一下，投票的时候再想一下。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我觉得现在已经是房地产的事情，那也是要想一下，我们台湾现在一直在流失一种价值，就是苦干实干。我们今天似乎已经忘记了，其实你透过流汗来的钱才是真正重要的钱。可是现在好像大家觉得买卖股票啊，这个不要流汗，然后就这样转手就可以赚的这个钱是很好的钱吗？如果我们要让我们的下一代就是在价值观上面还可以尊重劳动的价值的话，这个歪风一定要把它处理掉的。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小孩子，但我们都希望我们都可以透过房地产赚一点钱，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下一代是就是他不敢出去工作，他不想出去流汗，他只想要买卖房子吗？是，不过你的很多包含染警服还有染衣服，对6年初八，按个个人民强年，佮钓很难钓个福音哈。看到尤其系到新竹个蔡警处计讲，当然希望了个染裤个少年袂就增加啦。不过系讲大风都强离开哈，更怕会出现那个不同三个行业会全部乱喷。香港呢，那个废除个税率1.6%呢，已经比起法庭个税率1.5%也有高嘞，然后比其他16人士都更加高。也讨论过。1.8%折中哈，也系做在讨论的，也系讲，因为我们的这个税基就是标准房屋单价3年调一次哦，利用改革机会，国内好好讨论有没有可能让建商同时反弹的，你的这个税基也涨，税率也涨的情况之下，所以他们不愿意接受要抗税，那这样就是把这个税基稍微往下调一点，然后税率有没有可能再从现行的1.6%往上调到1.8%或者是2.5%，甚至到2位议员他们所更期待的是到2.5%。昨天讨论，他讲新竹人讲吹水 Q 系讲哈，会讲会提高了到2%，系染疫会个建议哦，是第一次会议县议会的决议，不是县政府的主张哈。你系冇个意思哈？他讲第二考量该法有问题性哈，征收率在2年内已经2次一次调涨一次调降嘛哈，所以就算是人民请愿。要来继续回调征税，它也不宜再变哈，这是县政府的一个立场。还有提到了那个课税有所谓的树果原则了哈，你要课税要课税那个果子，不要课税那个树的树本，会动摇果本。那这个房屋税是持有税是树本，不符合量能课税的概念，也很体恤我们的纳税义务人呐哈。那新竹县议会。对于第二次这个修正之后，有7000多位的人民联署请愿案，提到说。好了，是这样，2次的这个修正案各有理由与说明，那么呢，我们就会来参考评估。好，现在看到安用，讲法很安用啦，爱羡慕强慕，哎，你个够未亏逆然啦。这个原来哈，课税要有树果原则啦，不应该要课这个树本呐。该，这虽然是电视节目，还是忍不住想，这该拱好笑哎喂啊，因为啊，它的树果原则就是说树会长果子，所以树是拿来生培养果子的，对，培养果子。那果子你针对果子课税，你不要针对树课税。但是我们就是希望房子是拿来住的，不是要拿来给你赚钱，不是要拿来生果子的树。
这不是商品，它是我们民生必需品啊。对，所以你不要把它，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法律不禁止，但是不鼓励拿房屋当投资理财的工具哦，只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税多课一点。但是你不要真的拿树果原则来说，那土地跟地价税你有慢工，地价税的自用跟非自用的最少是五倍了，可能还更多倍。所以这个这也是我们谈，就是说今天想要把这个议题，就是说讲得很大，就是说，住宅最重要是民生必需品，是哦，它不是要你投资理财拿来给你生果子，什么生了果子才课税，我不希望它当成这种树。是，那黄理事长，你看到这样，二十一世纪的资本论，一个非常有名的作家 Piketty 曾经在他的书，他来台湾访问，就他发现台湾税率太低，你知道他怎么讲？他说这种超低税率等于鼓励富人买房囤房。这个 Piketty 学者认为必须调高房产的持有税，而且应采累进税率，让拥有多房者每年缴很高的税，才能达到公平的目的。如果国际的大师都这么，难怪我们现在台湾有120万户的空屋，常常有。因为我说晚上刚刚主持人提到，你去竹北看，头抬起来呢，为什么都那些房子为什么都卖不出去？因为就是因为它的持有税太低，低到建商把养房子当作在养一种乐趣，好像是一种开心，然后也不愿意降价卖，他就是要把。就是，所以台湾的炒房其实因为这个囤房税跟这个持有税的过去没有完善哈，才让台湾的房价涨了整整三倍。是，那该追问你，问听要请问就毅然呐，其实哈，多了解到在税制的改革上，因为国内的一种民情啊，或者是现实的一个状况，可能一步一步来停停的走，可能下就效果啦。所以人政府也讲，其实了解税率是做在挑战，不过大家需要可能在跟建商或相关的利益团体要有更多的沟通，或者是更多的讨论的空间，然后以循序渐进方式去走。啊，不过两岸依然，当然政府讲哦，以为为过去提的案来做行政政治的责任背负，所以我会强词。不过我讨论吼，用了个技术做下去。那个老师台在报告的，你看事情是，就是你有师傅以上有原因，才会打落水因。无吼，其实台顶台部分民众是会向政府会讲啊，你今年其实风险水答案都去。系伊做张节高位开提案的，害因个搞多衰，所以因提点也先讲吼，该因只是挑战的税率的问题，唔系自家大家务，系只是因有时间无以上因，该因上该时间无以上因，不一定鼓励啦，提系蛮容易提在低啊吼，提点啊，财政局长，我爱去讲哈，经俩小法的问题吼，两年。修法两次了，两次一涨一条。该你下是唔好调咧，啊，唔好变好，对政府好讲。该因伊讨论，该5月4号因伊讨，因伊讲该国民党提案那件事情的时间紧搞。啊哈，那时候也不应该变啊，你朝令夕改，可当时就变了。该是去年年代因通过的新的案呢，系今年5月因伊是改转来咧。个强调一天时间，因伊政府会对。我这件事情又表达一只态度的问题，佮真实系一只动重要，一只安身立命的位所。卖唔起我系你系后生人，看唔到未来最大的问题。你一定应政府会想办法解决，唔系我讲啊，经济发展有慢因，应低咧，你下低经济改革，经济成长，唔系减税做得做到的事情。好，感谢两位议员。其实基本个内边也都语重心长的提到这个问题哈。其实两国计个奉行系讲系真可改，不过两位议员这样子是啊壮志未酬哈哈。两个国计个局部可能总得听下来，不过呢相对为大多数为就影响个团体，是不是有可能某种角度要共体时间，或者全民的这个教育可能都要再提升，对两个所谓个基础建议两个。共拼了解奉行，大家我就强势啦。所以讲了解讨论，吃了根本村民台会个开会吼，是希望按用个议题讨论也唔会听，也个做得继续向了解国家个奉行来前进吼。不然按你个规则整体个社会环境，就很较好发展了解个机会很有期望。以上系今日村民台会个讨论，也非常感谢大家个收看。按你讨论就先到了，非常感谢大家收看，再会。